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Joanna澳洲生活。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着澳大利亚的森林火灾。我也一样，我也每天都在关注着澳大利亚的森林火灾的情况。相信大家都从各种媒体报道了解到澳大利亚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的森林火灾，许许多多的房屋被摧毁，许多的动物以及牛羊都没有逃过这场灾难。许多的朋友都给我发来信息，关心我，关心我的安全。在这里，我跟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其实啊，澳大利亚每年的火灾就是一个常态。基本上火灾的发生都是会在森林，或者是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所以说呢，大家不要担心，我们在大城市里面，在城市里面对生活和工作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当然它有空气的污染，对人们的身体也是有一定的伤害的。但是因为澳大利亚它是一个四面环海，它的风特别大，所以这个污染来得快，去得也快。那么最近这段时间，有很多人都问我，乔安娜，我想问你一下，澳大利亚的火灾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烧几个月都不能够熄灭？其实啊，我在没有来到澳大利亚之前，我也不知道澳大利亚是一个年年都有火灾，而且是火灾频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陆板块。在我的印象当中，对于澳大利亚的森林火灾，对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在2009年的一次墨尔本。那一年的夏天，温度达到了-47°。我听到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真的吓我一大跳。我从来没有经历过-47°的，所以那天我们早早的准备西瓜、饮料，在家待着，不出门，空调开着。但是到了下午，我就看见天空一片烟雾弥漫，然后朋友就打电话告诉我了，说失火了，山火可大了，烧的。我说哦，我是看着外面都是一层层的烟雾，但是后来第二天好像又没有特别感觉，因为没有出门。然后呢，那天白天我虽然没有出门，但是到了晚上呢，可能就20几度了，因为澳洲的它是一个海洋性的气候，它的温差特别的大，有一天的温差10到20度。你比方说白天最高温度是-47°，那么到了晚上可能就28°，就是相差10几20度的温差。所以你就觉得虽然温度高白天，但是晚上很好睡觉，所以对生活好像没有特别多的感觉。我记得那一年大火烧的第三天，我老公从中国来到澳大利亚，我去接他，我在门口待了半天。我在飞机场，我到了飞机场等了他很长时间，我说怎么还不出来呀？然后打电话说你怎么还不出来呀？我老公讲你得等一会儿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澳大利亚的火灾这个地方的那个行李员罢工了。哎呦，我说为什么行李员罢工呢？然后我老公讲因为森林火灾空气污染，他们要去搬行李，要在外面，对他们身体有伤害，所以行李员集体罢工，你就慢慢等会儿。那一年是我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年。那么今年2020年也是有史以来在澳大利亚这个板块有记载以来的火灾最严重的一次。这一次的火灾烧毁了接近2000户的房屋，有25人丧生，以及数以亿计的各种各样的动物以及珍稀动物都在这场大火中
都在这场大火中失去了生命。当我在新闻报道的画面里面看着考拉瘸着腿走在大马路上找着消防员去喝水的时候，真的让我们很心痛。因为考拉他是很少喝水的，考拉就靠吃树上的桉树上的树叶来维持他的生活，他能够找到路，他能够走到路上来找人去要水喝，就是你能想得到那种高温让他们真的实在是难以忍受，所以他们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去找人类去要水喝。这种场面真的很感动，有的人脱下衣服去把考拉抱出来，有的人去带着水进去给考拉降温，给它喂水，这种温暖的场面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现在的科技着重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对于自然灾害、地震、海啸、飓风以及突发的森林火灾，真的人们无能为力。澳大利亚是一个发达的国家，澳大利亚的灭火设备是非常先进的。澳大利亚地大物博，它的消防员虽然很有限，但是澳大利亚有一个强大的志愿者的消防队伍，而且澳大利亚的所有的避难的场所是遍布澳大利亚，非常的普及。你比方说我们这边的篮球场、图书馆，一些很多的场所都是可以给提供给人避难。那么澳大利亚是如何来灭火的呢？在发生火灾的时候，一般人能想到的就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消防车啊，你看我们如果房子失火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报火警，那么消防车就会赶到，就把火给扑灭。但是消防车对于大面积的森林火灾来讲，那真的是杯水车薪，一点用都没有，因为面积太大了。那么我们能想到第二个灭火方式就是直升机来喷洒化学的阻燃剂，但是这种方法呢，对于小面积的火灾非常有效，对于那种大面积的1公里、2公里、10公里以及延绵数十公里的这种大面积的火灾，这种方法无济于事。于是我们就能想到，为什么不用人工降雨的方法呢？这个方法多好，人工降雨打上去，然后雨下下来，那火就不就灭了吗？但是呢，因为澳大利亚它是一个四面环海的一个国家，它的那个人工降雨需要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那就是需要厚厚的云层，它才能够有这个条件来进行人工降雨。然而澳大利亚是一个四面环海、风很大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地方的云层很难聚集到那么厚，所以达不到人工降雨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一条也是行不通的。你们知道澳大利亚最有效的一个灭火的一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吗？很多人都想不到，那就是以火灭火。我当时也觉得很纳闷，怎么叫以火灭火？后来我才知道，以火灭火就是在火势很旺的地区的周围再烧出一个火的隔离带，以免里面的火再往外去蔓延，这就叫以火灭火。但是这个方法呢，虽然很有效，但是它的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那个风的速度，所以一旦是遇见它的风向变化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更大面积的火灾。所以这个方法是在能够控制风的情况下面，能够测量哦今天的风速很低，那个这个方法是最有效的。但是这个方如果要是今天的风速特别的大，而且风速变化的特别的快的情况下面，这个方法也是行不通的。那么造成这个火灾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澳大利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火灾的隐患，那就是桉树。我们大家都知道，我记得我刚到移民澳大利亚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在澳大利亚来呀特别好睡觉。当时觉得很纳闷，怎么来了以后就能睡觉呢？然后大家都说，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好睡觉吗？因为澳大利亚遍地都是桉树，澳大利亚的桉树是占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很大的一部分的品种，它是一个很单一的，就是桉树特别多。桉树虽然能够助眠，但是桉树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桉树它自己会有油，它会自己燃烧，它只要有高温它自己就燃烧了。你比方说以前我们经常每一个星期我们会去爬山去锻炼身体，这个时候我们就在看到山的旁边哈，全部都是那个树啊，烧得黑乎乎的，一个一个黑乎乎的。我们当时还觉得挺奇怪，因为它不是烧起来了吗？然后他说就是烧起来的，那为什么没人管呢？他说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它就是一个生态平衡，它今年烧了，明年它会长得更厉害，这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生态平衡。所以一般的火灾没有人去管，除非有人，那么全力以赴的去救人，如果没有人，基本上没有人管。这是一个我们在澳大利亚生活十几年已经有一个叫做习以为常了，反正到了夏天就有火灾，今天这边烧明天那边烧也很正常啊，所以没有人把它作为一个很严重很在意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今年这么厉害呢？因为今年温度特别高，高温而且干燥，再一个风特别大，那么这三个条件一聚集，那么火灾就起来，而且它是在一夜之间可能一大片一大片面积同时燃起来。这个就是澳大利亚火灾起火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当然呢，其实澳大利亚这块土地虽然它是一个火灾不断的国家，由于地球的温室效应，所以造成了今年是澳大利亚在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最厉害的火灾的这个原因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就是温室效应。我们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得到，世界各地不断的灾难频发，造成这个灾难频发的原因就是地球的温度变高，温室效应产生了这些地球的一些变化，造成了这些灾难。那么这个灾难如果要是地球的这个温室效应持续的往下发展的话，真的是后果是不堪设想。那么作为我们人类，我们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灾难？我们如何，人类如何能够做到能够阻止这个灾难？那就是让温室效应不要发展得太快。怎么能做到呢？我们要拯救这个地球，是我们现在地球上的人类刻不容缓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作为我们的普通的人怎么去做呢？也就是叫减少碳的排放量。我们怎么能够让碳排放量减少呢？那么我们就要从衣食住行几个方面能够做到排放量的减少。那么首先一个就是我们要减少肉类的，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推广的要吃素食，吃素是我们减少碳排放量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因素。很多人都推广素食，为了保护地球我们都要吃素食。而且我们还要节约水节约电，因为能源的发电也好，水的资源也好，
我们要保护这个地球的资源，那么要节约水，节约电。只有做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我们每一个人都减少碳的排放量，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才能够更加的美好。所以说拯救地球刻不容缓，拯救地球靠我们每一个人。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